저 나소슬 여지서 과이드 的时候，其实当你受伤之后，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在你的复健上。那复健包括在训练的激烈训练，还有种种的体能。那我觉得，当然在刚好这段期间，把自己的肌力啊、体能啊也加强。那现在状况还蛮不错的。那可能接下来要面对问题，可能就是。接下来的投球数量的问题，那还有强度的问题，那接下来可能就是比赛的感觉，那就是这三个部分。当我觉得复健对每一个选手来讲是一个很煎熬的日子，因为你毕竟你没办法在场上。跟队友一起在奋战啊，那去进行你最喜爱的运动。那在受伤期间，你会心里面你会担心说，这个伤到底会不会好？那又要多久？那这个复健的效果又是如何？那在这个复健的过程当中，会不会又状况不好？那这些都是在复健过程当中会遇到的问题。那我觉得心里面的压力跟不安呢，会比较多一点。那当然训练，可能运动中你可能每天做的东西，或是你要看每天的状况，量都不一样，甚至量会比之前更多。那我觉得只是为了说，在受伤之后，其实赶快把自己的伤养好，能够回到场上，然后继续去。从事你喜欢的棒球、喜欢的运动，那也可以还回到球场跟队友一起奋战、一起比赛，这是最大的重点。